看如新的豪宅安徒生花园，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东四环，与何老师的阳光上东属于同一个小区，项目占地面积3万平米，难怪吴昕在自家小区都会迷路啊。项目一共4期，有100多种户型，房屋均价每平米8万元，而吴昕买的是200多平米的公寓，总价值近2000万元。屋内装修是欧式轻奢风格，以墨绿色为主，白色为辅，让人感觉清新自然。客厅沙发上摆放着很多公仔，旁边玻璃柜是他专门放置凯蒂猫的，是真爱无疑。餐厅精致典雅，衣帽间也是每个女生的梦想。站在60平米的大阳台之上，通望中国尊，北观大河美景，南看朝阳公园，他不介意吗？难怪明星都选择这个小区。明星北京的豪宅。